母星旧历时代，科学家们在人类细胞器中发现了一种突变产生的新型能量，被称为原能量。经过无数针对原能量的开发实验，天选者诞生了。天选者不仅是人类用以对抗天宫的人形武器，更代表着人类进化的方向。关于卫庆竞选的动机，说说你的看法。我认为跟他死去的父亲，前任边境部队元首魏普有关。边境惨案，五万人葬身大火。危险！他参选当然是为了私怨。对这种危险分子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找机会抹除他。我们回边境吧。今天他们要对你不利，那要看他们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此次事件非同小可，今日骚乱的幕后策动者是元一。元一，政府头号公仆，历史上唯一躲过灯塔追捕的最高级通缉犯。天选行动开始。你是谁？你要成为天选者，就必须跟我合